品尝冬茶，你一定不能错过今年新北市冬茶。新北市连续十年荣获全国制茶技术冠军，茶叶生产面积750公顷，年产量400吨。不仅是包种茶的发源地，出产的好茶品质受肯定，名副其实的冠军茶乡。透过活动邀请大家来喝好茶。其实跟世界上各国的产茶区来看，这个量是很少，但是非常的精美，非常的棒啊。另外浅色这个是文山包种茶的那个做鲑鱼松的，鲑鱼，这个虾子是鲑鱼，对对对。特别用我们的蜜香红茶跟文山包种茶，然后去做入菜，里面有鲑鱼的口味跟虾的口味，然后民众可以到上网去预购，到我们平林的活动现场做取餐。喝好茶还不够，还要想美食。茶叶不只可以泡茶，还能够做成美食享用。推出限定茶香点心，还有台式、日式两款可选择。特色茶风味多变化，不能错过。而产茶闻名的平林地区，区长周庆珍邀请大家到平林走走，品好茶。好吃好玩的摊位会过来。我们今年连胖卡，可爱的胖卡，年轻人喜欢的胖卡，我们也开到了平林哦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呢，要代表我们新北包种茶乡的所有的区，来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，在12月5号、6号、12月12号、13号，邀请大家到好山好水、好茶好人情的平林来做客。今年雄企业冬茶错过可惜，十二月系列活动在平林产地登场，想要找茶寻茶香，就到新北平林走一走。记者林丽如新北报道。